还有就是现缺火的学佛人，除了多念经、放生、许愿、多念经、多念大悲咒外，还可以在裤兜里放块红布吗？多穿红衣服补火，多吃红色的水果，有这样的说法吗？你缺火的话，你可以补火的呀，补火嘛，念大悲咒最好了呀，不念大悲咒呀。嗯，明白吗？那种，明白。那如果说穿红衣服或者吃红色的水果，这样有帮助吗？应该说，小小的帮助吧，不会很多吧。哦，明白吗？好的，哎，感恩师父开示。就是。下一个是，缺火的话嘛，多念大悲咒，晒太阳。有时候嘛，很多人不懂嘛，就吃点火锅啦，什么东西呢？哦，明白了。